你有没有其他女生？我时间都是全部 reserve 给你呢。哇 ，Killer 你好帅哦！我也可以帮你打一下。不要不要，我打你的先。我是第一次上电视啊 ，Killer。我是第一次啊，很紧张啊。很紧张啊，淘气界的。我们刚刚 NG 了好多次。Hello， 弟弟妹妹，大家好，我是 Angel 姐姐。今天呢 ，Angel 姐姐要去 meet Caleb， 因为你们啦一直叫我叫他回来，所以嘞，我就去叫他回来一起 meet up 咯。你们觉得我今天穿的好看吗 ？Caleb 会喜欢吗？嗯，有点太露了，这样子，这样比较不露。Caleb 应该会比较喜欢。哇，好兴奋哦！等一下，我也要跟 Caleb 做很 romantic 的事情。哎，今天好开心哦 ！Caleb， 你觉得我今天好看吗？好看，你每天都很好看啊！有没有看到我有特别为你戴一个帽子哦？哇，好 so sweet！ 自从上次我们 meet 到现在啊，你有没有其他女生？我时间都是全部 reserve 给你呢。哇 ，Caleb 你好帅哦！所以我们今天啊要做那个淘气啊，对，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 Ghost？ 对，那个 scene 很 famous 可是我看好像有点高难度，我们 beginner 不懂能不能做得到。我想做我们去 try 咯。哇哇，这个地方很大，好漂亮哦。Angel 跟 Caleb 今天来到了位于新加坡文理的陶光，来学做陶艺。今天由老板娘亲自操刀，当我们这两个人速成班的老师。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因为 Angel 的手真的太挫了，所以呢，几乎都是老师操刀的。我现在在很努力的为我的花瓶点缀一番，因为那个形状我真的抓不出来，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天分，所以呢，我决定要在那个设计上下一点功夫。我可以用打的，有没有看到老师在打坏孩子？你这个叫不打不成器。老师好有智慧哦，我也要打我的坏小孩，这样他才可以成器。我一起打吧。坏小孩，打你，打你！我觉得好好玩哦。学淘气是一个人生哲学，一个是肥肥短短的，然后那个是高高瘦瘦的。所以那个是 Angel 的，这个是我的。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好看呢？我们在影片底下跟我们说。我们今天学到了很多东西啦，很多技巧，我们都之前没有听说过。而且我觉得我最大的 take away 是那个不打不成器。对对对，就是这样。你等一下把它打坏怎么办？我也可以帮你打一下。不要不要，我打你的先。虽然今天没有如愿以偿的尝试电影场景呢，我们两个还是玩得很开心哦。哎，我们尽情龙游吧。上完了速成班以后呢，老师就带我们去新加坡唯一的龙窑参观。这个龙窑呢是建立在1940年，以前的新加坡的龙窑呢是一个生产线的龙窑，但是随着时代变迁，龙窑从生产线退出，老板也将这里变成了学习陶艺的好去处。我一年车也差不多烧两次，一年才烧两次。老师，你知道我今天是跟我 Rand 的 boyfriend 来的吗？黑乐是我去租的男朋友。哦，你去租的男朋友啊，这个不错啊。那老师，我偷偷问你哦，你会不会去租一个男朋友？不行呢，太多巴拉基在这边盯住我，不行不行。今天真的要谢谢老师这样陪我们一整天。然后我们今天也是因为听传媒的星期二特写找我们拍，所以呢有一个那么大架的相机在那边跑来跑去。我是第一次上电视啊，听了我是第一次啊，很紧张啊，很紧张啊。哇，一起乐，这个跟你一样帅，你跟你就帅，跟你帅。OK 啊，我们来逛陶器。Let's go. Let's go. 哇，好看哦。哎 ，Killer， 这个跟你一样帅，他是他是陶器界的。我们刚刚 NG 了好多次。对啊。哦，比海什么？比海什么？来逛陶器，好多东西啊！哇，好漂亮哦！不同颜色都有。我喜欢这个。这个像一样没有这个颜色。
啊，你呢？你喜欢哪一个？我喜欢 orange 的。你喜欢 orange 的？我喜欢 orange。哦，哇！看其他东西，看。看我们这样永无止境的 NG， 就是为了拍这个镜头哎。在陶光除了学陶艺、欣赏陶器，还可以把现成的买回家。哎、欸，可以了，你觉得今天好玩吗？非常好玩，木头来去拍那个玻璃，哇，非常学，不打不成器，学了非常多东西、啊，真的好好玩哦。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跟这边讲拜拜了。对，我们两个要去约会了。哦，太开心了，拜拜。我也可以帮你找一些，看他的，他长得比较好看一点。我觉得很心软。哦，心软是什么？心软就是 soft， soft hearted。也用错字啊。评论，你觉得我今天穿的好看吗？好看啊，非常好看，每天都穿得很好看。Oh, sorry。可以了，你觉得今天好玩吗？欸、好玩，非常好玩。OK， 我继续讲啊。因为我以为你要讲东西。OK，Sorry，Sorry，Again。NG。